嗨，嗨，最近咧，你有个仔咧就唔喺度啦。呢个猫仔呢个咧就你另外一个心肝定。系啦，个小 B B 啱啱嚟咗冇耐。哦，嚟咗冇耐啊！佢嚟咗两日，阿哥哥就过身。哦，哥哥咩病咧？唔知嗱，如果咧一般嘅人咧。就可能會覺得哇，你嚇死咗你阿哥咁樣，咁啊當然啦，我唔會咁諗啦，係咪？咁啊兩件事嚟嘅，因為好多人其實唔知咧，事官因果咧其實係個別嘅。哦，咁啊要講啦，係啦，即係好多人都唔知，以為咧係咩負債子上啊，咩嗰啲咧？點樣因果個原理係點樣嘅咧？哇！因果個原理咧就唔同宗派有唔同睇法喎。譬如我哋講以前婆羅門教個睇法咧，就係你講過啦，智觀梵天咧，呢個係講古婆羅門教最古嗰啲，冇錯。即係婆羅門仲喺呢個喺印度嗰個南亞半島之前啊，未入嚟之前，咁啊咧就高加索山脈一帶嘅山腳嗰度嗰陣時。嗰時咧就係梵天大曬嘅，係啦，冇錯啦，係啦，即係梵天就 Inga 啦，冇錯。咁咧你咧就有三個道啦，嗰陣時嘅輪迴嘅 concept 就有三個道嘅。咁咧有天人啦，有人啦，同埋有畜生嘅。係。咁咧你做咗邊一個道都好咧，你就應該安分守己，依個係個重點嚟嘅，就你安分守己，做好你嘅角色，你嘅本分。咁咧你下一生世咧就有機會咧。去一個更好的地方咁樣，咁但係咩叫做安唔安分守己咧？咩叫做得好唔好咧？邊個話事咧？咁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好好啊，但係原來唔係你話事，梵天話事，係啦，佢覺得你做得好唔好？咁咩嗱？呢度咧要個觀念咧要講咗俾觀眾聽先，呢個咧好多新知識嘅噃。係咩叫做天人咧？嗱，天人咧係咪天使咧？係咪即係基督教裏邊嗰個好高大嘅有隻翼嗰啲天使咧？定係太空人嚟咧？定係外星人咧？外星人咧？嗱，呢個咧要釐清下觀念先。係喎，啱喎。嗱，佛教嘅 concept 裡面嘅天人咧，就同道家嘅神仙，又或者係印度教裡面咧嘅神咧，甚至啊嚇，呢個可能得罪某部分嘅聽眾，就係咧天耶教咧，都唔會得罪嘅。猶太教咧，我哋學術上咁講嘅啫。係啦，其實係有共通嘅地方嘅。係。但係咧，亦都有唔共通嘅地方。係。係啦，咁咧就係普遍嘅宗教會認為咧，就不論係耶教啦、猶太教啦、印度教啦、道教啦，都認為佢哋嘅神咧係至高無上嘅。係啊，梗係啦。係啦，係永遠嘅。唯一添。唯一係啦，同埋咧係永遠存在嘅，即係咧佢係嗰啲叫咩？固有永有嘅，系冇错。同埋咧，佢会直至永远嘅。佢创造一切万物之余咧，佢亦都能够咧主控掌握大家嘅点讲咧？唔知生死，唔知生死啊！所有嘅命途系命途嘅运咧，系啦，所有嘅命运际遇啊，际遇都系佢一手。包办晒，掌握晒。冇错啦。咁但系咧喺佛家嘅概念咧。就係話哦，佢哋的而且確咧就好有力量嘅，即係好 powerful 嘅。但係咧，佢就並唔係主宰曬所有嘢嘅。係係啦，佢哋有能力咧去 interfere， 即係干預你嘅生活，即係等於你老細可以干預你嘅生活。係個個得嘅，係你老豆都得，你老豆都得冇錯，你老公都得啊冇，我老婆都得，係得，即係我冇老婆，我冇老婆就。個女人都係干預我生活嘅，冇錯啦。但係咧，譬如咧，只要佢係有能力干預你，咁佢就干預到你噶啦，咁樣。咁點解天人嘅干預係我哋特別懼怕啦？咁講點解要懼怕咧？因為佢叫做係有力量啊嘛。嗱，即係譬如啦嚇，如果喺道家嘅概念就認為你升咗仙咧，嗱神同仙係兩樣嘢嚟嘅喎。係噃。係啦，佛家道家裡面對唔住講錯咗，佛家同道家。對於神仙的看法有啲唔同，係啦。咁我而家講道家嘅睇法先。道家咧，神就係神，仙就係仙，係啦。咁咧，另外仲有一樣嘢叫奇嘅喎，係冇錯，神奇奇，神奇嘅呢個咧就是士字旁，即係咧一
冇兩點就衣服旁啦，係啦，一點就士字旁。士字旁呢邊咧就係咧士族嘅士字，整一點。係啦，即係咩事中親會嗰啲咧？整一點啊，係啦，啊咁啊叫旗啦。係啦，啲人好多時候讀錯咧，就讀神子咁樣。咁啊爭個點。係啦，其實神旗咁咧有咩分別咧？其實咧神咧就係道家認為咧固有永有嘅，即係個。天地形成最初咧，佢已經喺度噶啦。係啦，例如三清啦。啊，三清係最大、最高嗰三個啦。冇錯啦，咁有一個咧就喺人間化現過嘅，就是、太上老君啦。係。係啦，咁咧，其餘嗰啲咧都有一啲咧係天神。係啦，即係自古以來都存在喺度噶啦。譬如西王母咯。係啦，冇錯，呢個咧有個神仙譜嘅，有圖像嘅，係喺這個中國古代呢曾經呢畫過出來，將他們的等級和呢樣子呢就擺落咗幅圖嗰度，就呢個神有壁畫，係壁畫神仙譜嚟嘅，係啦，好似永樂宮壁畫，唔記得，係啦，冇錯，係啦，就好靚嘅，好氣魄，氣魄大龐大，好龐大嘅，好恢宏嘅，係啦，好靚嘅。咁咧，但係咧嗱，你話其實咦有神啦，係嘛？三清四御喎，仲有四御，四御即係邊幾個咧？咁樣就係大家熟悉嘅玉皇大帝啦，係咪？跟住仲有一個第二 level 咋？第二 level 咋？第二 level 咋？大家以為咦玉皇大帝最大，其實唔係喎，其實唔係嘅，其實唔係，因為咧玉皇大帝其實同紫薇咧係同 level 嘅，紫薇係一個星君嚟嘅，係啦。星君意思就是那粒星叫紫薇，但這粒是黃星，皇帝最巴閉的粒星，是啦，這個又是指在那個太空上，那時候不叫太空，即是天空上，它是一個中心來的，沒錯，指示星來的，是啦，還有呢，就還有一個勾陳，是啦，沒錯，是啦，還有還有一粒呢，這個呢，四御裡面有一個呢，就不是神了，是旗了，是旗來的，後土皇帝旗了，就是皇天後土的那個後土，是一位女性來的，因為呢，你發覺很有趣的，不論呢東方定西方咧，佢哋似乎都認為咧係 Mother Nature 啊、Mother Earth 啊。咁譬如西方，我以前我哋講 Celtic 咧，佢哋認為嘅女神咧，大地女神咧係 Gaia 啊嘛。啊 ，Gaia 係啊，呢個咧叫係咧神譜裏邊咧叫大母神。而家咧都有呢個名稱嘅。The Great Mother。大母神。認為人類呢，認為神界裏面呢，在神的境界裏面呢，其實呢最重要、最原始的那個呢就是大母神。所以呢，因為孕育生命，孕育生命，繁殖生命，在最古老的人呢，在大約新石器時代呢，就做過很多個這種形象出來。有一個呢就是大肥婆來的，他很強調他有兩個乳房，是就是這個暴肉的問題了，還有一個很大的肚腩，這個肚腩就是孕育著子宮，即是生 BB， 沒錯，那他連呢女性生殖器都畫出來的，就表示呢這個不是淫邪的地方，這個是一個呢繁衍世代的人繁衍的力量來的。The origin of life。Origin of life。是啦。咁呢泰國呢都有一個大地女神㗎喎。係呀。但係呢就有啲唔同樣，就好苗條㗎。靚女嚟㗎。靚女嚟㗎。咁如果大家有去泰國呢都可能有印象，佢就係呢咁喺度洗頭呢掹住條辮咁樣。好長條馬尾咁樣。靚女嚟㗎。靚女嚟㗎。咁佢就好似跪咗喺地下度呢咁樣洗頭咁樣掹住條辮咁樣。咁嗰個呢就係泰國嘅大地女神。係啦。咁呢就我哋講返呢就係譬如話如果有去拜山的聽眾呢，你們如果真的我們不是說骨灰啊嘛，真的是土葬的話呢，你去買那些即拜祖先衣呢，它會有一套呢五彩的紙的，就叫你呢要擲在呢你祖先的墳隔離那個後土那裡是啦，咁咧嗰個個後土其實就是後土皇帝旗咯，是啦，後土的後呢就真的呢後面的後，本來啊，後來呢就亦將佢變成皇后的后，即係話咧，皇天就係男性，冇錯，後土咧
後面呢就是雷聲，即係亦呢呢個係天地之間呢認為當年呢嘅一種呢邏輯嚟嘅，先人嘅邏輯，就覺得呢佢哋呢俾呢兩樣嘢最主要嘅因素呢孕育起上嚟，佢哋嘅生命，佢哋嘅後面嘅持續都係因為黃天同後土，即係天同埋地兩樣。天呢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呢笼罩住整个大地嘅就系天圆地方，系啦，地咧就系我哋而家能够生活喺地方，生活喺我哋咧种植啊、食嘢啊、用水源啊等等嘅地方咧，呢啲系地。但咧上高咧笼罩住呢个地嘅咧就系天，天咧亦系神仙或者神啊居住嘅地方。系啦，佢哋嘅生活的活動的地方，現在我們說什麼叫天人呢？天人就不在我們這個地下那裡生活的，不在這個維度那裡，是啦，他們就是不是距離我們很遠呢？又不是剛才我們講了道家的神，神就是你怎樣練都沒有用的， sorry， 你練極你都不會成為神，他生出來就是神，他生出來就是了，sorry， 這個是階級的問題，是沒錯，你 complain 都沒有用的。但是你可以練什麼？你可以練仙，是啊，可以做仙，沒錯，練可以練到成仙，但是不可以練到成神的，有一個分別的。那你說土地公是什麼呢？就是地旗咯，是啦，土地公是地旗啦，咁跟住仲有城隍系地旗啦。系城隍咧，呢个旗咧，有少少咧同中国文化有关嘅。系，因为咧，大家知唔知道咧？所谓嘅城隍咧，就系原来嗰个城池啊，周围咧咪有一条河咧环绕住嘅，嗰条叫护城河。护城河，但護城河引申就是保護這個城池的一個很重要的設施來的。是。那它裡面的神呢就是這個城隍。城隍了。很多人沒有留意呢，在紫禁城呢，當然紫禁城明朝起啦，咁嗰個時候呢就未經過文化大革命啦，咁呢風水呢樣嘢呢就梗係緊要啦，係啊，皇帝住嘅地方啦，冇錯啦，係咪先？咁呢有兩個宮殿呢，中國呢係按照天上面嘅星宿去起嘅，冇錯。第一個呢就阿房宮，係，咁就當然一把火俾燒曬啦，俾項羽燒咗啦。咁呢第二個呢就係紫禁城啦。點解叫紫禁呢？咩叫紫咧？紫色嘅紫喎，冇錯啦，其實係紫微大帝咧，所居住嘅地方。即係紫氣東來，就個紫氣就唔係紫色嘅紫，係紫微星。紫微星 as 人格化咗之後咧，就係紫微大帝啦。冇錯啦，咁即係咧，居住喺陸地上邊中國嘅皇帝咧，其實就係等於天上面嘅紫微一樣。係啊，人同天咧。最終呢其實呢都是交接的，即是說呢在中國的觀念，其實鬼佬都是一個觀念，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嘛，都是一個觀念，即是呢每一個重要的人物，你從太空裡面我們見到的，北半球見到，其實那時候是南半球不計，很慘，不理他們的，不理的，北半球見到的裡面的眾很多星，都是跟你呢這個凡間有重要人物都有個瓜葛即是說呢，最簡單的一個呢就是孔明諸葛亮呢就釘啦，咁咧於是乎咧，佢又要擺個七星燈陣啊，呢個咧就保護住佢嗰粒星，等粒星唔好陨落啊嘛。點不知？點不知就嗰個死人呢個魏啊，咪嗰個叫做乜鬼嘢，唔記得咗個名添，就
踢咗佢個七丁身喎。咁、哎、就冇啦。咁咧就佢都大長攤聲。係。唉，宿命啊！宿命啦、啊，宿命啦、啊。係啊，改唔到啦。個天都要我釘啦。係啊，走要走啦，要走啦。冇錯。係啦、啊，咁咧就依一個紫禁城咧，就喺、是、個天上繁星嘅倒影啦，咁、樣。咁裡面有一個好緊要嘅風水，裡面風水全部都好緊要嘅。係冇錯。咁咧，裡面有一條河咧，佢就唔係叫護城河嘅，就叫金水河。係，而家咧。都有，但系冇乜水嘅喎，而家係金水河乾曬，乾嘅喎，係啦，呢下都有嘅。係啦，金水河咧，隔離嗰個就咩咧？就城隍廟咯。冇錯啦，就係呢個咧，嗰條河嘅神啦。係啦，即係每一個城池咧，佢嗰、那個護城河嘅神咧，就係、是、城隍啦。嗯，咁咧城隍咧好得意嘅喎，喺呢、這個呢種嘅神仙咧。在中國來計算就是哪些賢人、城裡面的人或者外面的人 都有可能或者是兵將戰死的戰死的為、總之是紀念的、這個這樣有功勞的人呢以前就沒有荷蘭水蓋給他就封了他為一個當其時的城的城王、所以上海有個城隍廟出名啊，賣嘢食嗰度啊，係啊，食小籠包啊，即係南翔小籠包，係冇錯，南翔小籠包嗰度咧，就係上海嘅城隍，嗰度有三個人咧係喺嗰度擺咗落去。供奉嘅喎，個城隍有三個城隍嘅。其實咧，如果聽眾咧覺得，唉，你中國人咁迷信咁樣咧，其實你睇翻咧，日本其實都係咁嘅。日本都係咧有依個即係先人已故咧，就奉作英靈嘅依一種嘅概念嘅。神道教其實就係英靈教、靈魂教，係啦，萬物有靈啊，萬物有靈教。冇錯啦，咁咧嗱，我哋諗翻佛教去講啦。咁佛教承唔承認有城隍咧？咁其實承認嘅喎。係，冇錯。咁咧有一位咧叫做淨空老法師咧，咁咧佢就試過喺佢嘅節目裡面佢都講過嘅。佢就話咧，佢有啲弟子咧有神通嘅咁樣。咁咩叫神通咧？即係大家理解為特異功能啦。咁譬如話他心通啫。有好多種。好多種。他眼通、他心通，或者咧甚至乎咧。能夠天眼通、天耳通，或者甚至乎咧，主星走咗去都係噶。係宿命通、宿命通都得嘅。等等啦，咁咧就淨空老法師就話咧，佢有神通嘅弟子咧，就喺一個場合度，我唔記得咗一個法會定係咩咧，咁就個城隍就喺度訴苦咁樣。啊，個城隍啊，一知佢有神通啊嘛，咁就嚟硬啦，就話：哎呀，法師你幫下我啦，你回向功德俾我啦，我唔想再做啦，咁樣。唔想再做城隍。係啦，咁樣，咁咧你就話嚇，一般人啊嚇，你做城隍咪好咯？你唔做啊？係啊。你下邊咁多兵卒係咪先？唉，咁多人。有得辭職咩？係咯，咁多人供奉你，咁又唔好啊咁樣。跟住咧。法師就解釋個因為咧，其實咧做城隍咧，即係道家認為嘅地奇咧，其實唔係真係天人嚟嘅喎。其實喺佛教嘅 concept 裡面咧，佢哋叫大力鬼神。係啦，咩叫大力鬼神咧？就係佢係餓鬼道嘅眾生嚟嘅。其實咁咧，佢生前咧就係、做少一樣嘢啫，唔多做少一樣嘢，就係慳貪。咩叫慳貪咧？就係唔捨得食啊，唔捨得使啊，跟住咧就對於依啲財物就非常之執著嘅，係啦。咁我死一定唔會，你放心嚇，因為我係揮金如土嘅精，唔好慳錢。咁但係咧，如果好慳貪嘅人咧，就咧個果報咧就成為咗一個大力鬼神啦，佢係成為鬼道眾生喺面。OK， 但係係咪所有嘅鬼道眾生都係一樣嘅咧？又唔係喎，又唔係喎，有好嘅喎。嗱，你見咧有啲人咧就窮到咧三餐都成問題，但係有人咧亦都係有錢到咧，佢嘅一餐等於你食成年都得嘅。係啦，係咪？咁所以咧，依個就引申到咩咧？就講福報依樣嘢啦。有人咧有大福報，即係嗰啲一餐等於你成年，佢間屋大過你。萬倍，萬倍，係啦。
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就哇好慘啊，病都冇錢睇醫生啊，冇醫藥啊，要乜冇乜嗰啲啦嚇。咁人尚且有咁嘅分別，動物都有嘅喎。有絕對有，你要貓咪咯。哦，啲貓屋企幸福嘅都好多玩具，好多唔同嘅牀。有啲抱下佢咧，係啦，有愛護咧。係啦，野貓咧，即係唔好講話食啊，揾食都困難。仲要俾野狗，仲俾野狗擔佢係。係啦，仲有啲走嚟影啊！唔好搞你貓，唔好搞你貓嘅嘢，怪怪怪。唔啱你飲，唔好飲貴，係啦。咁啦，咁所以咧就係話福報依樣嘢咧，即係福氣啊嚇。OK， 福報依樣嘢咧，就係不論你喺邊度咧，都影響到你嘅。係冇錯。係啦，你係畜生道嘅，咁你到底係流浪㗎，已經好啲啦。嗯。定係俾人飼養，下一步就俾人劏嗰啲啦。係啦。定係好似我屋企嗰只毛毛咁樣咧，係我老細咧，係咪？係啦，我主人咧咁樣都會有分別嘅。咁就正如咧，鬼都係啦，一樣有。係啦，我哋成日話佛教鬼啊，佛教嘅鬼啊，佛教講嘅鬼咧就係話咧，唔係死一定做鬼。唔係㗎。雖然咧中國人係咁講，就話死一定做鬼。嗯。咁咧頭先所提及過嗰位淨空老法師咧，佢都話係中國人咁講都不無原因嘅，因為咧中國人好慳啊嘛，主張慳啊嘛，大富就由天，小富就由儉啊嘛，勤儉咧喺個美德啊，blah blah blah嘛，係咪？咁所以咧。中國人呢種好慳好慳，唔捨得使唔捨得用嘅呢種本質咧，就由於呢個因果嘅關係咧，就令到好多咧死咗，哎呀，就成為咗呢個惡鬼啦咁。係，但係佢成為咗惡鬼都好，佢都可能係一個好有福報嘅惡鬼。係，就譬如做咗城王啦，或者做咗一啲好有力嘅魑魅魍魎，即係啲喺山林裏邊咧。有很多種不同的鬼，但有些鬼呢不是一定出來害人的，可能是出來呢，有他有富貴鬼，有的富貴的他享福的，都有，所以呢又不是一定在佛教就不是一定呢，害人的鬼靈精怪啊，或者很殘酷啊，或者個面目可憎的鬼，有些可能很漂亮。佛教咧，其實好少講咧，啲鬼咧係害人噶，佢有多噶，係有好少講。係啦，而家我哋講民間宗教或者道教鬼咧，就係害人，因為佢個源頭唔同。嗯，譬如咧，道教咧，可能係因為佢入唔到鬼門關。嗯，喺嗰個生死簿嗰度咧，冇佢個註冊啊。係，咁啊焗住佢咧，即係 admin 做錯嘢。係，佢又唔能夠入到去。但係佢一樣輪迴喎，但係佢入唔到去，唔受佢。咁啊，佢喺鬼門關以外咧，就變咗流浪啦。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咧，啲人咧遊魂野鬼。遊魂野鬼。咁啊，咁咧佢就真係陰公，冇佢冇一個制止啊。係。中國人咧成日講咧話，到最後都希望咧死咗。佢話個民間信仰就話人死若鬼，鬼者歸也，即係。翻去咁解，翻去個祖先嗰度，但佢又去唔到喎，去唔到咧有個問題啦，就邊個嚟制止佢咧？佢有個祠堂歸真啊嘛，係咯，祠堂又冇喎，屋企又冇神主牌喎，所以點解以前咧女人唔嫁咁大陰公啊？因為女人咧，你嫁咗之後咧，就有頭有主啦，就係夫家嘅後代會祭祀你噶嘛。但如果你冇嫁到做老姑婆，涉做罅咧，好似我呢啲咧，就好大鑊啦，死咗咧，你就喺度飄噶啦。係啦，呢個咧武則天點解咧？到最後尾，都要俾翻唐朝。嘅李姓做皇帝，佢本來姓武噶嘛，佢做咗佢啫嘛。佢揀佢個侄定佢個仔？係咯，卒之都揀係仔。點解咧？因為個大臣話俾佢聽，佢話咧，大王啊，皇上，將來冇人制止你噶。呢個咧最傑啦，因為佢相信面都青啊。咁所以咧，俾翻姓李李嘅人做，即係自己仔。咁咧仲有。祭祀佢嘅香火，香火。佢相信咧後邊即係佢 after life 生命之後，仲有個能夠存在嘅靈魂嘅生命。就呢樣嘢咧，就全靠有香燈。
香火嚟到去供奉佢。因為女人喺中國古代咧係一個附屬嚟噶嘛，係一定係附屬添。係啦，佢出嫁前就從父啦，出嫁後就從夫啦，老來就從子啊嘛，所以就三重啊嘛，係咪？冇錯啦。咁啊，四德就唔好講啦，咁啊講三重先，係啦。咁咧，但係咧又提一樣嘢喎，講開武則天啦，即係我就唔係想提依個范冰冰嗰套武媚娘，多麼的離譜。你幫我鬧兩句先，即係咧，我咧好勉強自己咧，好努力咁樣樣咧。最初我睇咗一集，睇到啦，唔係我睇咗半集，我熄咗啦，頂唔順。跟住咧，我最近咧又同個 friend 喺度傾偈，跟住我 friend 話佢睇咗啦，但係當然又鬧啦。佢我 friend 都唔係贊噶啦。跟住咧，佢就話你睇啦咁樣。跟住咧，我好努力咁樣樣睇咗十一二集咧，我終頂唔順，頂唔順，係啦。即係咧，好，我唔知道有冇聽眾朋友係睇得曬嘅，係真係荒謬到嗰個點啦。因為咧，好簡單啫，因為咧喺觀眾越嚟越白。係啦，但唔係呢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好多寫嘅界限裏邊咧係唔敢寫嘅，唔會寫嘅。譬如咧，佢嘅殘酷史咧，好經過林語堂咧就有個講武則天嘅介紹。跟他逐個計算，跟他即死人分舊帳，他殺了他的姓李的姓武的，還有呢親屬等底下有拉楞的，總之有打了算盤，是親戚的呢，是百多人啊，大佬，仔都殺幾個啦，死個仔殺兩個啦，咁啊佢自己親生的女一早一出世就碾死啦嘛，賴咗皇皇后啦，賴皇皇后係啊，咁即呢啲咧。煽情嘢咧，有啲嘢係唔敢寫嘅。第二咧，因為某一天無論係正史同埋野史，都講佢好荒淫荒誕嘅。呢啲咧就比男性更加荒誕。咁啊，又係唔敢寫落去嘅。正史同野史都有講嘅。野史咧用到一個名詞咧，描寫佢嗰個叫床啊，叫到點咧佢。佢叫做白馬攤於泥，你聽過啦？呢個白馬攤於泥咧，就係形容嗰陣時咧，好似八隻駿馬，而家入咗個泥沼嗰度，又唔行得，又唔企得翻起身，就喺度嗌救命，嗌完救命一扁，咁咧，武則天喺床上嘅叫聲咧，等於八隻馬喺個泥潭度，叫緊咁嘅聲，恐怖片嚟嘅。咁呢啲咧，只有文字寫啫。我諗啊，拍唔會嘅。但係咧，雖則係咁都好咧。如果你將九五年嗰套《武則天》咧，即係劉曉慶嗰套咧，我有幸睇過不止一次。咁咧，你而對比翻而家呢套范冰冰版咧，係范冰冰就唔係你就會明白咧，鄰近地區咧，依二十年嘅倒退係如何的？係冇錯，係啦，呢個咁你更誇張。王倫咧，當年咧，我哋馮寶寶拍過噃，係我知嚇，寶寶拍過咧比較都靚，我覺得好靚，係都好，即係雖然咧佢有好多嘢忌諱，但係咧起碼咧係戲啊嘛，成戲。現在呢可能是即不知道什麼都說不出，現在是整套東西呢根本跟歷史是沒有關係，說不出，完全沒有關係的，例如可以是他上戰場打仗啦，是亂來啦，是啦，那跟著他可以詆毀長孫皇后是不用沒事的啦，可能啦，那跟著呢就他拿個面具跳舞，即我只看了十一二集，所以我只記得那麼多，拿個面具跳舞，但那個面具明明是那些威尼斯的面具呢，真的很荒謬整套東西，他又不除衣服，威尼斯面具那些女人除衣服，跟住佢仲要咧，系咧有咗唐太宗个 B B 啦，系啊，乱嚟，好多乱，即系乱嚟。因为你对翻事实，佢史实咧就系，其实佢做咗十二年咧嘅才人咧，系冇升过嘅，冇人理佢嘅根本。如果搞得掂咧，搞得掂啊，唐太宗咧，佢就一早唔使走去做师姑啦，冇错啊。不唔好講啦，唔好講呢個啦。係啦，但係講開武則天咧，有一樣嘢咧，就係好多學佛嘅人咧，都未必知依樣嘢嘅。就有一句有四句嘅開經偈嘅。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寫得相當之好，好少人知道其實是出自武則天之手，所以他是的而且確是有才情的，這個人當然，中國的花卉呢，他呢就說是 花之神花之王嘛，亦點出呢，這個花王花 的王啊，就是當年呢他在洛陽的富貴花了，即是牡丹，是的，還是他的一手做出來的。有人呢就將歷史上兩位有權的女性慈禧太后和武則天相比呢，就以為呢，很多人以為哇慈禧很厲害啦，一咸豐皇帝即係願意授權俾佢咧，就去參與朝政啦咁樣。但其實大家後來睇翻咧，佢批嘅所謂奏折咧，錯別字都頗多。好多嘅呢個女人咧，麻麻地啊，即係學識嚟講。係雖然佢係畫畫添，但係嗰啲唔知乜鬼畫嚟嘅。係啊，武則天起碼咧，起碼咧有佢個才情嘅，佢肯用呢、這個。狄仁貴是的，沒錯，就是因為他呢夠膽呢起用一些叻人來做他那個宰相，這個呢個氣度都不是那麼容易的。野史說的呢，蘇味道呢，他其中一個宰相呢，在朝堂兜巴刮他那個面首，他兒子，咁佢個面首咧，佢係和尚嚟嘅，都係叫小寶喎。咁咧向佢告枕頭狀，都冇用，都冇用。佢認為打得好，你對嗰啲大臣無禮啊嘛。但呢啲氣度咧，就唔係個個即係淫褻嘅女王咧能夠做得到嘅。佢就得佢一個啫，得佢一個，得佢一個。咁就嗰陣時嘅唐朝就係佛家同埋道家，係啦，最盛行嘅時候，係同埋逐鹿中原嘅時候啊，即係兩個喺度爭啊，爭做國教啊，係啦，爭嚟爭去咁樣，咁所以嗰個時候咧都係好開明嘅，係啦。咁我哋講翻天人啦，咁樣係咩人嚟嘅咧？係啦，天人其實咧就係、是如果喺佛教嘅角度咧，我哋係可以成為天人嘅。個個得嘅，個都得嘅。譬如你好羨慕，你覺得哇，如果我可以做到啊，邊個邊個就好啦咁樣。咁不如你羨慕做天人啦，因為天人仲爽啊，天人係唔使開工㗎，唔使揾食，同埋長命啲，好長命，好長命，好長命。佢哋咧嗱，佛教個概念裡面咧，就佢哋有好多個唔同天，33重天。咁最接近我哋嘅咧，就係個生活最接近我哋嘅。咁咧就冇咁。grand 嘅啲生活係啦，啲壽命都冇咁長嘅，但係越上嘅話咧，個壽命就越長。係咁，同埋咧，佢哋咧個形式亦都唔同噶啦。最接近我哋叫做欲界咧，欲界即係有慾望嘅，即係又會結婚啊，會生仔啊，跟住咧會想食乜嘢啊。咁但係咧，佢想食啲乜或者佢想要啲咩咧，佢諗就有噶啦，諗就會即刻喺佢面前化現出嚟，因為佢福報太大。明唔明？譬如佢想要個新嘅 iPhone。X 即刻有啦，即刻有，仲要幫佢升埋啊！已經入曬所有舊嘅嘢入去啊，好正咁樣啦嚇。OK， 譬如好似我話，我想要成屋都係貓咁樣，一齊全部喺曬度啦，咁樣唔使排隊等兩年，等頭先嗰只金色嘅串珠啦咁樣。OK， 係啦，所以想要乜都有嘅，應有盡有嘅，基本上係冇乜煩惱嘅，冇基本上啊，唔係話冇係有。有佢成日鬥啊！係啦，佢哋同咩人鬥咧？陣間解釋。咁咧，但係咧，仲有。色界同埋無色界啦，咁我哋講咧就係話咧，道家嘅神仙咧喺我哋個睇法咧，似乎對應係欲界嘅天人，係係啦，似係欲界嘅天人，因為佢仲有形象嘅。你去到色界無色界咧，就係連軀體都樣都冇嘅，冇噶啦，冇佢淨係得。但係呢個色界咧，唔係而家我哋講話咧，李安係李安個色界喎，呢個色咧物質係啦。啊！這個呢個咧無色嘅就無物質添，物質都冇埋。佢哋就係喺一個禪定嘅狀態，一個打坐嘅狀態裡面咁樣，就係得腦電波嘅啫。咁樣係啦。咁咧呢個就係天人咧喺佛教嗰個講法。但係天人係唔係就好長命就唔會死咧？又唔係喎，會死嘅喎，會死嘅喎。雖然好長都好，係啊，都係會死嘅。係啊，有滅嘅喎。係啦，係啊，有生。就有滅，冇錯。你話冇痛苦咧，
又不是完全，因為他經常鬥的喎。係啦，佢成日要攣我同人攣喎，攣咩人咧？嗰啲佢唔想同人攣嘅，係有人好想同佢攣。係，咁嗰啲咧就叫做阿修羅。又係阿修羅咧，同修羅有兩種嘅喎。即係兩種界別嘅一種咧，又唔能夠話係人，佢唔係人嚟嘅，只能夠咧係話佢係一種存在嚟啫，又唔係生物嘅存在。嗱，你可以話佢係六道嘅其中一道，係啊。但係咧神奇嘅地方就係咧，佢依一種嘅六道裡面嘅依種阿修羅咧，其實佢係遍佈六道嘅。咩意思咧？即係話佢唔係獨立嘅一道。嗯。即係譬如你話畜生咁樣就畜生道啊，所有畜生啦，你見到啦，周街都係啦，係咪？係啦，豬牛羊又係，貓狗又係，係咪？雞仔、雀仔乜嘢都係。但係咧，天人就喺天人嘅世界裡面啊嘛，係咪？好啦，地獄就係地獄啦，咁樣惡鬼就惡鬼。你知道他有他自己一道的，但是呢阿修羅呢有一派的看法，就是其實他遍佈六道的，即是人間有阿修羅，譬如很好戰的分子，就是啦，譬如 ISIS 這樣，可以是說是阿修羅，可以說是阿修羅的，是啦，那或者是他們在地獄裡面，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很好戰的，那阿修羅就令到天人很頭痕的，為什麼令到他們很頭痕？因為他們很喜歡打架，經常扭打，經常扭打，撩交打，撩交打，而最大禍的地方就是他們很好打，是啊，好打得，敢於死，敢先死，跟住呢，如果即是你說真的根據一個很具體的說法，就是因為有棵樹，這棵呢就是幸福之樹，聽聞呢就在這個去到這個吳哥窟，就有一幅壁畫，就是講緊呢個樹噶啦。呢個故仔，呢個故仔就係阿修羅同埋修羅咧兩個咧揾條蛇啊。嗰條蛇，蛇個象徵就係一條好似一條繩咁樣啊。一個扯頭，一個扯尾。哦，嗰個係另外一單喎。另外一單。嗰個印度教。印度教嘅。印度教嘅故事，嗰個係島與海。啊，叫Chuckling the Milky Sea。係啊，島與海。係啦，咁咧就我哋講嗰棵樹咧，佢係點樣一回事咧？就係話個樹個根咧，就喺修羅界嘅。哦，呢個另一件事，又唔係揸棵樹，唔係揸嗰啲汁出嚟嗰啲，唔係喎。佢係嗰個根部咧，就喺修羅界，但係咧個開花結果嘅地方咧，就喺天人嗰度。咁就變咗天人就係咁喺度食啦，喺度攞棵樹啲嘢。佢啦，喂大佬，我淋水我施肥有冇搞錯咁樣？咁啊成日真係漏抽啦。咁啊係咪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定有第啲原因咧？咁嗱，咁就係天人嘅福報又比修羅多啦。咁修羅睇唔順眼啦，就點？我好打過你，點解啲嘢係你嘅？咁啊，梗係我噶啦，咁樣真係打。咁打到咧，佛經裡面有個故事咧，就係咧天人好頭痕，就去請教釋迦牟尼佛，就話：喂，幫下手，點算？而家我哋成日俾人打咁樣。咁咧，依個時候咧，就係釋迦牟尼佛咧就傳咗咧依個大白散蓋佛母咧嘅法門俾佢哋，就話你修依個法啦，咁你就可以回遮咧依一種嘅障礙啦，咁樣，就係咁。咁啊，所以咧，天人咧就用呢個法咧嚟對抵抗住嗰啲阿修羅啦。係啦，但係阿修羅咧仍然咧時時騷擾住佢哋嘅。冇錯。啊！依個印度教都有好，好似頭先講個島與海咧，Training of the Milky Sea 咧，就係講天人同阿修羅何以變到今時今日咁水火不容嘅。冇錯啦。在現代的世界裏面咧都有呢個阿修羅嘅，比較醜怪啲嘅，即係亦喺人世間咧亦有出現過嘅。不過咧就唔係我哋普通凡人咧經常會見到阿修羅。佛教裏面咧嘅阿修羅咧都係都有成都有講及嘅，成日有講及。係啊，但係佢唔能夠當為一個神咁樣拜。佢唔係一個神嚟嘅，係啦，佢有神通，係啦，因為咧其實人都可以有神通嘅，你只要咧你嘅即係修行道家啦，我哋講即係你嘅人清淨啦咁樣，道家嚟咁講嘅，咁你就自然就有神通噶啦。係呢個咧，我廿幾年前咧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就試過係喺個色中啊，而家咪好中意揾色中嘅色中，喺色中咧冚住個色，
咁咧，我如果係要好注意咁注意力來望住個色鐘咧，我係見到裏邊嗰三粒色嘅 number 嘅喎，即係話咧佢係一字喺個面，定係六字喺個面睇到嘅。但咧嗰個形象咧係黑白嘅，而且咧係閃動嘅，斬啊斬啊斬啊，斬好快脆嘅。你要好留神咧，只可以咧，你喺個斬洞黑白嘅斬洞裏邊咧，只睇到裏邊嗰三粒色嘅 number。係，咁即係話係啊。收尾卒之咧，我又同嗰個同事咧，嗰陣時我喺某個報紙做，咁佢哋咧夜晚去飲酒咧，我就曾經咧做過，但要睇好耐，即係我唔係話好犀利嘅靈通啊，畢竟唔係道士嘛，畢竟唔係啊，但我睇到，但係經過好耐，可能係四五個字咧，要好集中精神，先睇得到。睇到之後咧，佢斬好耐，要喺好閃動好快脆嗰陣時咧，就要睇就要認出啦。咁啊，但係我有咗呢、這個諗咗呢個睇。應該大腦門行一轉喎。係，睇咗呢個之後咧，我就捨棄咗以後都唔玩呢樣嘢啦。係。點解咧？第一好攰，第二咧，我覺得失咗意義啊。係。呢個意義就係話咧，我一個凡人，都係可以集中精神時睇到。即係話呢個呢一種法咧，係可以。修練到的修練到呢，就不是 你是特別天賦或者天賜給你的一個，那你可以什麼的嘛，你可以到時不是四五個字，你是一秒就看到的，那個呢要很修很久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什麼意思呢？即是我知道有什麼意思呢，去澳門咁你又貪心咯，起碼有個貪字咯。咁啊，連嗰個貪字都應該掃埋。嗱，我自己都有一個咧，眾人 witness 嘅神通經歷。我啊 ，OK， 大家唔好驚啊，我自己都覺得幾懼怕。同埋因為嗰件，即係我又唔係懼怕嘅，但係咧係幾神奇啊嗰件事。你記得咧就佔領期間啦，係咪？咁啊嗰陣時我就煮飯俾學生啦，係咪？咁咧就嗰陣時好多義工噶嘛，幫手咁樣。咁咧依件事咧就好多義工可以作證嘅，因為點解咧？係一齊發生，大家一齊見住件事發生嘅。就係咧嗰陣時咧，我屋企門口咧就擺咗一隻雅加力做嘅姣婆粉紅色嘅貴婦狗，係風水擺設嚟嘅，其實就擺咗喺門口咁樣。咁咧。班義工就好熟噶啦，因為成日唔係日日都上嚟噶嘛，洗洗切切，唔係洗洗切切啊，幫手。咁我就負責炒啦，咁樣咁我哋負責洗洗切切啦，咁樣。咁通常咧，因為我就日夜顛倒啊嘛，我就會咧就佢哋洗切完咧，我先喺間房攞殭屍咁爬出嚟咧，先開始煮嘅咁樣。咁佢哋會開個工先嘅，因為洗切個過程就佢哋搞啦，煮就我搞啦，咁樣分工啦咁樣。咁咧嗰日咧，我就記得咧，我喺間房度瞓覺。我將我件事我點樣記得呢，我就咁褪翻出嚟。OK， 我喺我間房度瞓瞓下覺啦。咁跟住咧，就疑似好似收到個 message。咁我就望咗一眼。喺腦頭睇到。我唔知道。我淨係記得我就望咗個 message， 係望咗張相嘅。OK， 咁跟住咧就出嚟開工啦，切好曬洗好曬啦。哎，唔該曬啊各位咁樣，跟住我就開始兜啦。兜完之後咧，我哋出咗去食飯。咁我仲記得我哋邊度食嘅，我哋去嗰個叫做美利堅啊，灣仔美利堅。咁我哋十個人嘅喎，十定十二個人嘅喎。跟住呢個時候咧，嗰位義工朋友咧，嗱我仲噏翻出個名叫 Carly， 我記得嘅。佢講佢話：女王啊，唔好意思啊，我打爛咗你門口只狗啊。我話係啊，跟住我知啦咁樣。佢話咩你知啊？我哋收埋咗冇俾你見到喎，咁樣。跟住我話我見到啦，咁樣。跟住我哋點樣見到啊？跟住我話爛咗啊嘛個頭，我仲形容俾佢聽喎。我話依度崩咗啊嘛，咁樣。跟住咧，佢塊面青咗，大家塊面都青咗。因為 exactly 佢就係咁樣爛嘅。但係喺佢爛完之後，佢哋已經收埋咗，兼抌埋，毀屍滅跡咗。我係冇理由見到，因為我一路瞓緊覺噶嘛 ，suppose 我亦都冇行過出嚟噶嘛。跟住佢哋又覺得點解你會見到？我話我好似收到個 message， 你 send 咗俾我啊嘛，咁樣喎。跟住我就喺度揾個 message。喺邊度？喺個電話度。哦，冇 send 過。佢冇 send 過，但係我見到個 pic， 即係見到張相咧，我以為我係收到個 message 咯。
幅相就是爛了的之後那隻狗仔的相，是啦，即好似有人影咗 send 俾我咁樣，我睇完之後，我爛咗，求其啦咁樣買過啦，咁或者點？咁佢哋覺得好奇怪，因為佢哋明明冇 send 嗰張相，明明一爛咗即刻收埋佢，抌落個垃圾桶喺出邊咁樣樣，冇理由俾你見到㗎。咁你點會知？你點可以形容到佢叫咩名咧？或者佢下面佢咩樣咧？爛到咁樣咯。嗯。咁我都唔知點解釋件事。呢個咧就可能係一種咧television 啊，即係某一啲咧，你個腦頭咧能夠感覺到一啲你冇見過嘅嘢，唔係期間呢個時時都會有咁。但係你唔想同人講咧，啲人會覺得癲㗎嘛？係啊，我咧就我覺得我個能夠喺閃動黑白閃動裏見到一個冚到實嘅能力咧，即係television 啊，都有叫 vision 嚟嘅。但係咧呢樣嘢咧，我覺得咧係無謂持有啊。即係無謂自己有啊，有呢個 vision。點解咧？因為有咗都冇用。有用都話。有乜用啊？澳門咯，都話。都話澳門有用。澳門有用咯。去澳門咧，如果贏錢咧，就不如唔好愛愛嚟用啦。即係呢個變咗係歪用，咁啊無謂咯。同埋你知我個底係術數嘅，我試過以前啊嚇，我而家冇，因為我覺得又係學你話齋，我唔係覺得冇用，我係第一覺得好攰。好傷神，係好攰㗎，係好攰㗎，係好攰，好傷神。第二就係我唔知道咧，依樣嘢到底佢實質係對嗰個當事人有幾大幫助。嗯，就係咩咧？例如我試過，我覺得最誇張嗰啲例子咧，即係聽眾聽落可能真係暈咗。但係咧，就係、是、譬如我試過有人挑機，挑你機，挑我機，經常發生㗎啦。咁咧就係喺出邊嘅，即係出去食飯啊、飲嘢嗰啲，即係話咦，你咪識算命嘅咁樣。跟住即係好輕佻嘅，唔禮貌嘅。跟住佢就話：你贈我兩句啊，咁樣樣。咁我平時咧，我聽到呢啲咧，我就冇反應嘅。我唔睬，我一係玩佢咯，我就話啊，你係咪咧翻工翻到下晝就眼瞓咧？你係咪夜晚咧瞓上床就好精神，特別想玩個電話咧？即係我通常會咁樣玩呢個人噶嘛。踎低就頭暈咯。係啦，跟住咦唔食幾個鐘頭嘢，開始見攰啦，係嘛？見頭暈，即係我通常就會咁樣樣噶嘛。但係嗰下我唔知點解咧。即突然一衝出口嘅句説話，好似即我唔知道，我冇分析過。即好似唔係你 control 控制住嘅説話。係啦，我冇諗過噶。總之就嗰下一嘢就爆出嚟咧，我就話你兩個祖墳俾人鏟咗，起唔知起公路定起馬路，我唔記得我點講啊。我話你覺得點樣可以好啊？咁樣你想點好啊？咁樣，跟當堂嗰個女塊面即刻青咗。因為真嘅，係真嘅。跟住，但我唔知點解我會咁講，即係我突然間衝口而出，我自己都呆咗。跟住咧，佢開始當我神咁拜啦。跟住即係住禮頓山 penthouse 複式嗰啲女人嚟嘅，跟住揸住個50万嘅手袋，跟住咧係咁話要嚟見我，跟住我唔好啦，因為我點解覺得唔好啊？就係話，喂，我嗰下爆咗佢咁嘅嘢出嚟啫，但係我唔係下下都會爆呢句嘢。係唔係樣樣？唔係日日，唔係時時咧可以重複。係啊，你嗰呢個超能力或者係不能解釋嘅能力嘅。我細個都試過，好細個嘅時候，但係咧。我只可以印象記得就依兩次咯。我小學嘅時候係咪小學咧？我仲住美孚啊，好細個，玩打籃球。跟住咧又係一下刺激嘅喎，我發覺你即刺激我就會爆嘅咯，就個人我諗翻轉頭就係個籃球兜刺激你啊，兜面飛咗埋嚟我度、撞正咁樣。跟住咧又係有人挑機啦，就話：咦，聽講你乜乜乜嗰啲咧？跟住我突然之間爆，又係突然之間爆啦。我就話聽日。荃灣會有大交通意外咁樣，跟住咧講完之後，心諗 shit 大鑊，我肯定以後唔出來打波，因為你唔知點解你會咁講，同埋你覺得唔會中噶嘛，你明唔明？第二日我就記得啦，我放學咧，跟住咧就踎喺個電視前邊，跟住個姐姐就問我點解你睇新聞，我心諗唉你唔明噶啦咁樣，因為我唔衰得啊嘛，諗住喺度睇啦，跟住我見到個電視就話咩九米半發生咩？連環相撞咩九死定係十死定唔知幾多死幾多傷咁樣樣，跟住我睇完之後我好 depress， 我心死啦，冇發生到添，賴嘢啦咁，我點出街？我點樣面對呢班即係街坊咧咁樣樣？跟住咧，我之後咧經過，因為我學琴會經過個球場啦，佢哋避開我，咁我唔知佢哋做咩避開我啦。跟住隔咗一段時候，我先知道原來九米半真係轉彎咯。哦。我冇呢個 concept 嗰陣時就冇
個九米半就唔係叫荃灣，就叫九米半。係啦。係跟個青山公路嘅九米半，即等於荃灣個地點。跟住咧，佢哋就覺得我好邪咯，係、嗯、啦，就話我頭頂有六個六咯，唔係三個六咯 ，sorry， 六個六，三個六，係咯，就咁咯。哦，呢個咧經常咧好多時開口中，係開口中，好多人咧都喺某啲宗教裏邊咧嘅呆力咧，嗱呢個咧我唔能夠叫佢就係邪教嘅一種誒分支，亦有一種咧就係呼喊派，都係咁樣喎。突然間講咗呆力嘅喎，講咗方言嘅，咁但係點解佢會喺嗰段時候嗰、那個 moment 講到一啲呆力咧 ？turn 啱台係啦，唔明嘅，但係咧係真有其事嘅噃，而且咧。呼喊派咧係喺美國南方咧係好流行嘅喎，咁啊而家咧好多咧係正統嘅無論新教或者係天主教都唔承認佢係都覺佢係邪教嚟嘅，就唔當佢承認佢係正統嘅一個分支。但這個呢個咧呢個戴力講嘅嘢咧，可能真係。會是真實的、這個我們可以再說、有一個好你聽過有一個很出名的、我 send 過給你戴力是、不是它不是那麼簡單它簡直是幾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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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保持在我不記得耶魯大學還是哪間大學裡面的、original 是聲帶來的、是一個靈呢上了一個人身、透過那個人把口說了很多東西出來、而我們懷疑呢有一個很出名的不是先知一個預言家、但很誇張的預言準度 Edgar Cayce、即是他預言說會在1966至68定係55至58，我唔記得啦。係會發現咧喺邊個海嘅邊個位置會發現 Bimini Walk 噶嘛，即係以前嘅亞特蘭提斯、如是等等。跟住話會喺獅身人面像嘅左手手板下面有個密室啊。咁而家都 identify 真嘅。但依個人咧 ，Edgar Cayce 過咗身啦，佢都係要瞓覺咧，朦朦朧朧係啦，所以叫做 The Sleeping Prophet。呢個咧，呢個係好出名嘅一個咧，預言家就瞓覺預言家。係啦，呢個咧 Sleeping Prophet 係啦，呢個咧我哋有機會喺呢啲節目咧都可以講下，係好有趣味嘅，係都今日唔講。今日時間到啦，時間到啦，到啦。咁你講唔講埋講多次啊？你咁都未講到咩個天人喎？我咪要下一集先啦，下一集先啦，好，拜拜。